牵引发生事故的机动车时，最高车速不得超过多少？应该还是30。哦，30。驾驶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人身伤亡。OK，在高速公路的时候要注意，高速公路时超过100公里，车距在100米以上，时速低于100公里，车距在50米以上。Yo， 这就是高速公路。Checky， 停车位标线，蓝色是免费停车位，白色收费停车位，黄色专属停车位。黄牌是警告标志，红牌是禁令标志，蓝牌是指示标志。You know that word 标志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交通道路安全法规。在这种地方，你没有办法进行发挥，我们都是最真正的驾驶人。现在看完了这本书，我感觉明天绝对不可能失误。